欢迎收看《东京走着瞧》，我是韦恩。本系列的影片要来简介东京的各个区域，介绍他们的位置、特色以及推荐的美食等等。本集要介绍的区域是涩谷。涩谷是位在东京都心的指标性商圈，与新宿以及池袋并列为东京三大副都心。看看车站附近的城市样貌，就可以感觉得出来了吧。这一集介绍的涩谷，定义在涩谷一到四丁目，以及邻近的稻玄坂、羽田川町、神南、樱丘町等街区，大概是车站方圆500公尺到1公里以内的范围。行经涩谷的交通路线有 JR 的山手线、崎京线、湘南新宿线、京王的井之头线、东急的东横线、田园都市线、东京地下铁的银座线、半藏门线、副都心线，是重要的交通枢纽，也是迷路的重点车站。加入的方式很简单，只要到我们的频道首页，在订阅的左边有一个加入的按钮，在加入之后就会跳出订阅的方案以及说明，依照程序填入资料就可以加入会员啦。涩谷从70年代时就因为 Paruko、Marui以及著名的109百货而成为年轻人流行文化的中心，更在90年代时随着知名的109辣妹风格引起注意，到现在也依然是青少年的流行圣地。在巷弄中也有不少古着以及服装品牌潮流店家。涩谷还有另一个知名特色，就是车站前的十字路口涩谷站前交叉口，因为其往来人流非常密集，看起来十分壮观，很能代表日本的都市风情，也被称为世界最著名的路口之一。人多的时候，一次能有3000人一起过马路。涩谷从2016年开始举办年末倒数活动，会在十字路口以及周遭的区域聚集超过万人的人潮。对，终于来到这个地方了，吓死人了，人超多的。对，但是他回来之后，我们要把他带回去人挤人的地方。是东京最具特色的跨年活动之一。未来在疫情解除后，不怕人挤人的朋友可以去体验看看。再来介绍一些涩谷的推荐景点。在2019年底开幕的 Shibuya Scramble Square 大楼顶楼，有着户外观景台 Shibuya Sky， 凭借着无边际的风景以及360度无死角的设计，成为东桥最推荐的东京观景台，白天黑夜都很美哦。2020年重新整修开放，大家应该都还没有去过的宫下公园，将原先的平面公园放到了顶楼，下方则是商业设施，有星巴克、服装、精品等等，还有涩谷横丁的美食街可以吃饭。忠犬八公是涩谷著名的地标，有个车站出口就叫八公口，位在涩谷的鸟屋书店星巴克，可以坐着喝咖啡，看十字路口的人潮。Shibuya Stream 这栋办公大楼复合了饭店、餐厅、表演空间等等，而亮点在大楼旁的涩谷川步道，是在2018年整修出来的散步路线。最后来推荐几家涩谷的餐厅给大家，那我们下集见咯，拜拜。